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绕口令》，表演者刘源、于谦。这个节目呢，又是相声啊，呀，像你光嚷别拍啊，这下受不了。什么事啊？你在这儿呢？啊，我在这儿表演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啊，俺认识你呀。哦，俺们那儿的人都喜欢听你的相声啊。你瞧，都喜欢你。是啊，俺们那儿的大闺女、哦、小媳妇儿、小寡妇、啊、老娘们儿都爱听你、啊哎哎哎。老娘们喜欢我啊？都爱你啊。怎么净是女的？你看，你叫这个啊？你叫这，你看男的对我就差着了。你叫哎，对了，俺们那儿下地，一下地就想起你来了。下地想起我了。孩他娘，嗯，把绿签了。哎，对，绿签啊，绿签，没听说。找着你了，绿签。不对不对不对，绿签老实人。你先别鞠躬了。那找着你。这是叫我呢吗？都是喊你的，都认识你。不对。啊，怎么不对？您别说了，啊，于谦，绿谦吗？您说那是谦驴，我姓于，于谦，于，啊，于谦，您就别比划，哪有这么胖的鱼呀、啊、您？你就是于谦老师啊？老师谈不上，俺找着你了，找我了，俺找着高人了。什么高人？俺呢、老在俺们那个电视机上听那个相声。那好啊，俩人西装革履、嗯、脑袋上头抹了二斤半的菜油，还滴在嘴里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说了半个钟头，一个乐的地儿都没有喂、哎、哦，您说他们的相声不可乐？不可乐呀。哦，俺在俺们那儿比他们都可乐。那您在那儿火呀？俺叫逗乐王。俺觉得他们说的那个相声不行，没你好。俺找你来了。找我干嘛？俺想跟你拜师学艺。嚯，俺跟你小能耐来了。哎呀，您别太客气。于谦，那个于谦老师，您一定把我这姓弄清楚了啊。于谦老师，啊、不要比划了，比划。这样我就分清楚了，要这样分不清了。这样，你靠这动作记我名字，反正。好记呀、啊，于谦老师、哦、啊，行了，您记准、哎、准了就行。哎、对，于谦老师、啊、找我学能耐，跟您学能耐了。你教我相声，我该拜您为老师傅、哎。你教我相声 好。您别太客气，别太客气。我也说相声去。是，好吗？您呢？啊，您这口音，呀，相声里边用不了。口音我改，你教给俺，你告诉俺。相声讲究东西太多，都讲究么呢？说学逗唱，首先这说您就不够标准。说都说个么呢？说个么呢？你是什么味儿啊？您这是啊么呢？就是说个什么是吧？啊、说什么呢？哎，说、啊、说多了啊，您说打个灯谜啊，猜个字眼儿啊、嗯，说点绕口令啊。哎，绕口令是比较难说的。呀啊，俺有基础哎。您绕口令也说？俺们老听啊。啊。叫马增芬啊，有这么一位马增芬，我都会说呀。说什么呀？玲珑塔塔玲珑，嗯，玲珑宝塔第一层。对对对，一张高桌一条腿啊。一条腿几条腿啊？四条腿啊。俺那是羊桌子。哎，这还羊桌子也得四条腿、啊、就四条腿。对啊，一张高桌四条腿。哎，一个蛤蟆一本经。哎，蛤蟆呀，不是的啊！别说了，什么呀？一个和尚一本经啊，和尚啊！我记得是蛤蟆呢，这俩差不多呀。这差远了，这个、啊、蛤蟆跟和尚能差不多吗？是是什么？一个和尚一本经啊，一个和尚一本经。哎，一个味儿的完了，香味儿翁。哎，这就记这声了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层，三张高桌，嗯，仨四条腿儿，仨四条腿儿啊，
合着您不给算清楚了啊？那怎么着呢？一是二条腿啊，还得写上等于号啊，一是二条腿，没让您画等号啊，闻的完了香味闻，就这记得清楚。这个上去呢数的是单层，哎，下来呢数的是双层。对，哪会说绕口令呢？哪会说？您说那个啊，是西河大鼓，马增芬老师唱啊，对对对，打饼那个饼那个，哎，打着板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那是唱。哎，我们这是说，说比唱要难一点。你有老王买瓜自卖自夸了，干嘛呀？你说的比唱的容易呀，说的比唱的容易，多新鲜！就走这么着，你给我说一个，我飘飘飘就能给你笑上来。我您这还那么大声，还飘飘飘飘飘。我们在地头上喊惯了，嗓门大。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。您啊，太轻视我了。不不，你这简单。我说个绕口令，您就说不上来。你不可能。你说，你说，那我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，给您挑一容易的。他这玩意儿没嘛难度。听我这个啊，你说，就他这一个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花活蛤蟆，来这个。说呀，完了还说什么呀？啊，就这么简单的啊？您能说上来就不容易。这不张嘴就来吗？您可以说呀。说一个大花园里扣着个大花和尚。哎啊，这个花和尚，等会儿吧，他不是好东西。什么呀？这啊，把和尚扣花园里了，您这个，你不说和尚吗？蛤蟆，而且是大花碗里头扣着一个。你刚才告俺是和尚，不是蛤蟆呀，两码事儿，那跟头了那不挨着，跟那玲珑塔没关系啊，两码事。你再说一遍，说一遍。一个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花活蛤蟆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哎，一个大花碗里头扣着个大花和尚。哎，这个花和尚可太大花活，大花和尚能扣碗里吗？您这个大碗呢？那多大碗呢？那个那怎么的呢？扣着一个大花活蛤蟆，蛤蟆啊，呱呱蛤蟆。哎，您见不是和尚，地头上多的是。嗯，找着了。找什么了？这个绕口令啊，它有个窍门。有什么窍门？你找准了几个字音你就找着了。那您找什么字音？你看啊，头一个字是那个道。道是什么呀？你这道嘛。哦，大呀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。哎呦，您这还说相声呢。二一个字呢是那个花。花。哎，对对对，翻译的很准确呀。我这翻译呢，我给你。翻译的好，翻译的好。第三一个字呢是那个呼，您这出什么怪声呢？您这是呼是什么玩意儿？呼嘛呼嘛，呱呱呱嘛，蛤蟆的蛤。哎，对对对对了对了，这仨字找出来就行了。掌握了这三个字就说出来了。那您说一个，您听着啊，啊，说一个倒火碗里头扣着一个倒火火蛤蟆呀。还说上来了，给我鼓鼓掌呗！还说上来，这个木马难度啊，这个。你呀，下回说的时候把嘴里的煤球掏出来行吗？这好找，好，还是热煤球？您这个怎么地了？怎么地？哪说上来了？不太清楚。一个倒火碗里头扣着一个倒火壶蛤蟆。那费劲劲儿，我还能升级呢啊！一个中华碗里头扣着一个中华壶蛤蟆。一个小花碗里头扣着一个小花壶蛤蟆，行了，一个小勺里头哪有勺啊？哪有勺？小勺里的壶，俺都升级了。俺说说，没嘛难的，你教我点好的。别骄傲啊，教你一难度大点的，好吗？好啊。哎，听这个啊，你说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你再说说这个，这木马男的，哎，那花花的南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，手拄着蹦白的老头，哎啊，老头走嘛呢？拐棍拄老头啊，应该是嘛呢？老头拄拐棍儿，还应该是老头白胡子老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这个白胡子的老头得有80多了吧？你管着管不着、啊，50多还是黑胡呢？您就说这绕口令，我说这个啊，哪那么些废话呀、啊？说打你边来着。打南边来的、哦、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哎，手拄着奶油冰棍儿，哎，奶油冰棍儿，奶油冰棍儿，没有三聚氰胺的奶油冰棍儿，什么呀？三聚氰胺呢？你说上来了？不对，怎么不对呢？煮冰棍儿还对呀、啊？煮拐棍儿啊？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啊，
蹦这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。哎啊，您这胡说可不成啊。不是这是给谁一棍儿？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蹦，老头蹦三蹦。哎，老头蹦三蹦干嘛？锻炼身体呀，是怎么着？老头打南边呀，说出来，说了，你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？我又找着了，听着，啊，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头呢拄着这个蹦碧桂棒棍儿。这绕口令到他嘴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对吗？还蹦个碧，怎么意思你这？蹦碧桂蹦棍儿。行了，再说出来了。别再说了，就这一遍吧。啊，再说出来了。行了，您这再说跟骂街似的。你再换一个。那个，听这个啊，难度又大一点了。你说，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；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别混冲会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来了这个。这就有点长了啊！哎，这是多新鲜呢，越来越难。我说那个于谦老师，您还是把这动作放头了得了、于谦老师啊，你这个人没嘛造化呀？怎么了？你只言出那言出，挣那么些钱，你就吃豆腐？你弄两块鲍鱼吃好不好呢？我吃鲍鱼干嘛？这不是说绕口令呢吗？就非得吃这豆腐啊？啊，你说上来就行啊。说，哎，等会儿啊，再说可不能像那么慢了啊。那怎么的呢？绕口令得快一点。哦呦，得加快速度了，语速得上去。哦，对，语速得上来，这才绕嘴啊。我来了啊。你再说一遍。说你会动，动，你骑摩托车呢是怎么着？什么呀？就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不让俺快吗？快，你得说清楚了啊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呀。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，哎，不像那么快。你这要求太严格了。一个字儿一字儿说啊，你会对我对动豆腐？你打电报呢是怎么着你？一个字儿一字儿蹦啊！你不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吗？怎么的呢？哎呀，你像人似的说话行吗？你说俺说的不是人话呀？多新鲜呢！那我说的不是人话，你怎么听得懂呢？嘿，你这把我问住了，你这你怎么听懂的呢？行，咱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我跟你抬不了这个。你说，不好了，亲命了，我怎么姓这么一倒霉姓儿呀？不是，你要姓驴多好呢，没听说过。别听，别你姓莫呢？行了。你说这个吧。怎么？你说。中等速度跟平常说话一样。我平常聊天，对，我炕头上聊天那个速度比这稍微快一点。你早点说呀。你来吧，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啊？你呢？你炖我豆腐？嗯，你炖我豆腐呢？你就想吃我豆腐？你吃我豆腐怎么呀？谁吃你豆腐？你个臭流氓呢！哎呀嗨，你个于谦臭流氓！你吃我豆腐怎么呢？你欺负人吗？您让各位瞧瞧，这玩意儿还能吃豆腐吗？这个。你吃我豆腐怎么呀？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这，我也太没品了，我。怎么的？你什么吃？炖冻豆腐哪有吃豆腐这里头？哦，没有吃我豆腐去啊！想歪了，知道吗？哦啊，说你要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啊，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，这就对了。你不会炖呢？啊。你可以找我对呢啊！我，您这怎么老？我也不会对呢，都是我媳妇儿做、啊，咱干脆找郭德纲对去吧。这个、太难了，这个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太长了。行了，你呀、啊，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啊！我给你找一短点的，你转转面子，赶紧下台就完了。好呀，人家都给我照相了。好，说一简单一点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把这说上来，圆圆面子下台。就这人家都会说呀。你说呀。我说这个啊，说吃平头。谁说的吃平头啊？你我说的呀。你说的，你干嘛说呀？你吃什么？吃葡萄。您再说完整了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猜着了，
猜着了，猜着了，什么事儿就你这是个谜面啊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这是谜面啊，谜这该成灯谜了。谜底是什么呀？葡萄干儿。哎，葡萄干儿，这个好啊。这里怎么出来葡萄干儿了呢？你这还有灯谜，还有锻炼我大脑的？没有，除了练嘴还练脑子？没有，这就是绕口令，没灯谜什么事儿？没有灯。你把这说上来就行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哎，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，哎啊，花生仁儿酒酒好啊，哎，要么你这么胖，这酒油啊，这你净会吃了，那咋怎么的吃么？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哎，啊，对了，俺又找着了，俺又找着了，你说吧，这个有个窍门 啊，大家伙记住了，嗯，就吃头一个葡萄的时候啊，别给那个皮儿催出去，啊，搁腮帮子这儿含着。好，这人改猴了。吃第二个的时候呢，把头一个那个皮儿脆出去。啊，这就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嘿，对吗？你现在这窍门还真管用。哎，你看，好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瞧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是，吃葡萄。我说你倒拦着我点儿，我都快憋死了。哎，我累死你我。怎么地了你？你干嘛说上来这么没完没了？我说上来了，这木马，你叫我个对口相声吧，这木马我毕业了。你呀，啊，这都简单的。怎么地？我真说一男的，你真说不上来，你太轻视这个。耶，你给我找个女的吧。找女的干嘛？我没带俺媳妇来呀。啊？什么呀？你不找个男的吗？难度大一点的。哦，难度啊！你这人净想什么呀？你这人一天。我就高兴了嘛，不是我会说，你说，你听着啊，你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那等会儿、嗯，不明白了，什么事啊？这个喇嘛是干嘛的？谁说喇嘛了？你翻译，喇嘛，喇嘛，喇嘛是做嘛的呢？喇嘛僧，口外的一个僧人。哦，喇嘛。就是西藏那边的僧人，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法国抢火炬的那个，啊，别，就是他，干嘛？那是暴徒哎，那是这不，咱说的是好喇嘛，你提，哦，不跟他们没有关系啊？哎，那是你跟他们才有关系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上不了法国呀，我行了，听这个嘛，喇嘛僧啊，喇嘛，明白了，打南边来个喇嘛啊，提了五斤塔嘛，不是你等会儿又不明白了，这塔嘛是嘛呢？吃的一种鱼，塔嘛鱼。呀，你怎么爱吃那个呢？塔嘛鱼啊，塔嘛鱼啊，你吃那塔嘛鱼做嘛呢？那不好吃啊。好吃，呵呵，你就这东西啊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明白了。打北边来个哑巴，这哑巴又是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，啊？你这我十万个为什么嘛？你这哑巴就不会说话的那个，就啊，行，不用谢，你才这样呢，你哪儿啊？你说他我不管啊，哑巴啊，我知道了，哎，手里呢拿着一个喇叭，喇叭有什么呢？吹的那喇叭呀，我立马啊，就是这个，知道了，这四样啊，我要说一绕口令，你把它说上来，算你好。你说好吗？五马难度，听着啊，你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提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个哑巴，腰里别个喇叭。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。提了塔嘛喇嘛急了，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，提了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，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。你说这个吧。咱明儿见吧。哎，他明儿就回来，明儿见像话吗？你这怎么那么长呢？废话，都跟那么短，你不就说上来了吗？啊，这是难度大的。我这难度大的啊！哎，你说这个，你还不如我找一男的了。哎，这我不要那女的了，不玩了。你就说这个吧，别那么些废话。打哪边来着？打南边来呀。俺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这个喇嘛是那个白胡子老头他儿子。哎，那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是打南边来的嘛。你看看，您这玩意儿是连本的，合着是。你不都是打南边来的吗？不挨着，两码事，跟那个白胡子老头没有关系，这是碰巧了。哦啊，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就算是对了吧。手里提了这
五斤。五斤。手里提了这五斤哑巴。嗯啊，提了哑巴做嘛呀？废话，你说的呀。哑巴是打北边来的。对呀，你让他来呀。说到南边来了个老嘛，手里提着五斤桃嘛。哦。到北边来了个哑巴，哑里边憋着个喇叭，这就对了。提了这桃嘛的这个喇叭呢，要拿这个桃嘛呢，换哑巴，换哑巴，换哑巴干嘛呀？换哑巴什么呀？换哑巴的这个喇叭，哑里憋着的喇叭。你这儿别大喘气。哎，都换哑巴的喇叭啊。哑巴一看他那个桃嘛不够五斤呢，哎哑巴不愿意给他换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不够五斤都瞧出来了。眼力好哎，哦哦哦，人家嘴不利索眼好哎，这他都了解。老嘛呢，老嘛这个人脾气不好啊，哦，吵起了桃嘛啪就扔了哑巴了。他给改评书了，这个暴徒哎，啊，不但敲火炬还打残疾人呀，什么都有啊。怎么您这玩意儿，您这个味儿太缺德了，要了亲命了。您说这太缺德了，您接着说呀。揉就硬了，扔了人哑巴了。啊，哑巴一看这个，哑巴就说了啊，哑巴就说了，哑巴说话了。哑巴能说话吗？这个缺德的话是谁说的？你说的。谁说的呀？哑巴能说话，你给哑巴都挤得说话了。你对了对了对了，啊，怎么还对了？你老在这跟我搅和什么呢？你说的时候俺说话了吗？没有啊。但我说的时候你怎么吧唧吧吧唧吧，你老说什么呢？你这不是抢戏吗？你这不是。行行行行，我不圆一声了吧。 你甭说话。我不说话，你得听我的。听你的。听你来吧。嗯，打南边啊，打南边啊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桃嘛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呢，他哑里边憋着个喇叭，提了这桃嘛的这个喇嘛呢，他得要拿桃嘛呢换哑巴的这个喇叭。哎呀呀，哑巴一看他那个桃嘛不够五斤，他又来了，哑巴不愿意给他换呢。啊，这个喇嘛这个暴徒哎，吵起了桃嘛。啪就扔了哑巴了。啊，哑巴就说，哑巴就要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那你说他干嘛呢？我没说出来呢。你接着说。我没说出来，啊，你打我，你打我不能示弱呀。啊，掏出了喇叭，啪就扔了喇叭了。这喇叭一看换不成了，啊，就回到庙里炖他那塔巴吃去了。哦，哑巴一看我吃么呢，啊，我吃葡萄，葡萄皮儿不吃，葡萄倒都葡萄皮儿。你又不来了。